月六号晚星期三，天水围现场有一班黑记围一个老婆婆，然后话佢影大头，但疫情嘅关系，明明个个戴晒口罩，捧完个婆婆落地仲唔够，仲喐手喐脚踢个婆婆，攞水淋佢。一班年青人净系识虾老人家，简直系湿咗水嘅火柴。我哋真相嚟紧嘅影片，全部都会加翻事发经过。多谢大家支持同收看，记得订阅同分享，拜拜。